而为了在疫情期间帮助弱势朋友，我们带您看看国内有一家相当知名的饮料制造商，也捐了1000份居家关怀箱，提供给新北市林口地区受到疫情影响跟弱势家庭，由林口区的区长代表受赠，而且马上安排把关怀箱发送出去，希望能够赶快帮助弱势朋友。随着疫情持续蔓延，金车大种捐赠1000份居家关怀箱，提供给林口地区弱势及受疫情影响家庭，盼能给需要的民众更多关怀与健康营养补给。针对林口区的部分，那我们捐赠1000箱的一个关怀包，那给一些确诊者或一些弱势族群，哦，给他们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个补给。15号在林口区公所由区长蓝品俊代为受赠，同时颁发感谢状，并表示将会立即安排同仁将关怀箱发送下去，尽早帮助到这些家庭。我想金车公司一直是一个商誉非常好的一个公司，他们提供了相当的多的产品，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欢。那我想在这次疫情严重的时候，这么多的家庭或确诊者在家中受困，那我们金车公司这次提供1000箱的这个关怀箱，让我们可以赶快提供给确诊者在家里有一个资源补充。金车与金车大种其能在此与疫情迈向共存的艰难时刻，发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企业精神，盼疫情能早日解除，恢复正常生活。记者胡宇轩，林口采访报道。